好了吗？有吗？哎，没有哎，还是我咬你？米克斯，怎样？可以吗？不你行我在你里面吗？没有吧？我在发一次邀请，有吗？有了。我在里面了吗？没看到。对啊，我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你，我要你。重选一次。就你要重新邀了？没有，我进来。哦，你那个，你应该可以直接点加进来吧？哪里？直接加吗？有了吗？好哟，BBY，对了，这有进吗？还是没进呢？没看到，不然你开吧，你开，你开，我进。你怎么跟我一样？没有啊。丹丹，你要啊？你有在里面了吗？没有。对啊，我跳出去那个就是那个，但我重新邀你。邀我邀我。胖子，胖子就是靠近然后冲刺跑开，靠近然后冲刺跑开。麦。好了，OK 了，够了。好了，等一下看看会不会再遇到胖子吧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胖子是还好，一开始是被他虐杀，后期就觉得胖子根本不算什么嘛。哦，这里好像一开始可以组一把那个电锯哦。有吗？哦，没有。我捡，然后组给你。哎，有石头哎。哈哈。往这边走。哦，铁锤。欸，好像不够，工具好像不够。对啊，工具不够。我们想说一开始好像可以捡。他生存，等级会在呢？真的吗？我等级在，我等级在，你等级会在吗？应该是角色问题吧。我零呢？看，那我要选我刚那个啊。哈哈，那要重新吗？不用了。看这次，走吧，走 ，Go Go！ 打一下，你打下来，应该可以做了。妈不行了。好像还有插个东西，这里哎，这里啊，电锯啊，这里啊，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不是，这是链子。链子。对，死了就要重新。对，还不行做，死了就 GG， 它是专家模式。它上面有个那个主的爆头。舒塔，我最喜欢爆头啦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好像找到了，好像可以做了。哇，还是你缺我那零件呢、啊？就是，好吧，做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还是你要拿？你要拿好了。拿。走吧。看一下，往上走，上面那边有一个萤火。哇，这也要火把。这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，没有，我知道了，身上有个东西。来喽，给酷！哦，你烧到你。要跑会比较不烧。电锯 OP， 我先点个火。哎，不能点火，因为你没有升级啊。哦，对啊。清一下，我也听到鸭子的声音，还是鸭的声音。在这里，有肉哎、欸！来，你进去，你。好逼，超爽！你要做一把枪吗？嗯，还没办法做吧。你缺什么胶带？枪法。枪法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这个，我丢地上了。有吗？应该在你身上。有吗？哦，有。哎、欸，好像还不能做。而且这不能关哦，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点。在金探号那边，我们要绕过去。一直没有胖子，有胖子，等下就可以示范胖子。胖子在烤箱。好，有人要示范了，这样的靠近啊，然后跑开。啊，还是会被炸到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可以无损这样。哦，你要示范的话，这样就没事。你看，就靠近他，然后他快爆炸的时候，赶快跑开。我来了，我在开德玛西亚。叉子。好吧，孩子。我点一下技能，哎！我说点一下技能，然后被打了。你听我说，他就在旁边的，胖子。好，啊，你中标了。这里到晚上了，有香菇哎。哦，他这一关他的东西变得不一样。来了。你有手电筒吗？你有手电筒吗？这样没有，哎，没有。下面哇，这里没办法，好乖。你干嘛？这里可以烧，这里可以烧。好了，这里，他等下又死，他等下又死，这里。你又可以试试看，就是靠近之后，然后就跑开了。这里有油桶，就是可以丢的。怎么样？他还要再加一个那个，这边还要再加一个那个布，就可以变成汽油弹。有胖子吗？哦，被炸死了。好了 ，GG 了。所以不能做枪吗？应该可以吧。胖子在你旁边。
我应该是可以做的。你的手上的火快没了。对啊。GG。好，我要换只。刚好，刚好可以换只。哎、欸，他不给我选男的，我重咬你啊！先选好吧，好了，来、OK ，上厕所。我进来才上厕所。对，技能是有留着的。啊！哎、糟糕了 ，GG 了 ，GG 了，我按我要装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了，可是等一下没办法烧那个哦。啊，对，那还要再去找，不知道不知道找不找到。被摸到了，好，可以做。哦，这是好大一个东西哦。可是我们这样要上去啊，没办法不上去啊。刚刚这边好像没办法。可以，好，可以啊。第二个后面先找存点吧，不然晚上真的太危险了。快死的情况下走超慢的，救一下、哦。OK， 然后趴他们。
地上怎么有一个像三叉的东西啊？对，有，我刚刚又捡到，想要做却没办法做，因为你已经死了。看看那里有没有办法做，欸，可以。哦，有了，哎，欸，不能用，开三刀哦。没有，我刚刚做那个像三叉的那个还没办法拿，好像还插什么东西。哦，是，没有引爆哎。引爆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会撞他啊？你往到那边冲！我哎，救一下啊！好了 ，OK。我看一下，石头。又是石头，石头能干嘛？它可以变石锤，加棍子可以变石锤，天亮黑喽。这边，对，我这里可以砍掉，就是喷泉。这里有一个瓶子，汽油瓶。啊，这准备炸死！我看不到，那边拉到了，看不到。在你后面，冲刺！干，糟糕，我没有火啦！我那边有点呢。哦，对，你没有火，那你要继续，回去那边。我想一下这边要怎么过，因为这里要一定要快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不快，晚上又会有那个东西跑出来。但是刚刚上面那里胖子却会很多啊，很难打，好不好？没有做到枪，没有做到远距离的话，好难打。配件不够，应该是可以做。我看刚才。原来又是刚刚的，又为什么我是一片黑？我只有看到血条而已。我画面黑了。啊？我画面也黑的。Me too。转开。你再要一次吧。OK。你怎么选 Iron Man 啊？嗯？难度啊，你是选最难的。第二个是难度吗？对啊。选 ALL 欸。那我这里是 Iron Man 欸，钢铁人。你要选第二个。那我选，我选。我没办法，我这边没办法。他会随机选一个。好了，技能都要重点，好烦。技能有没有快捷键？哇，我的棍子还差，不知道差什么。石头加铁棍可以做，但还缺，不知道缺了什么东西。胶带。啊，该不会这个了？对，
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做电锯把那上面用砍掉这里。电子。这时候就可以丢，我先丢了。烧到我了，走吧走吧，这边清一下。这两种东西可以电锯，电锯我不要确实。等一下我多捡了一个这个，然后丢出来。有吗？哪里？应该在你身上。我用 GIF， 它应该是这个。有有有。那应该就是做枪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胶带，这里还有一个胶带。走上去吧。就看等一下。哎，还没办法做电锯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忘记做。先做比较保险。你还好啊，大哥。铁锤的 OP 好不好？好像有点痛。电锯比较有效率。哎，我不能做。OK， 可以可以。还有一个一个加上去的。少了药草。他还可以做那个护手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，走吧。还是这边还是要清火过去。你要点，你要先点火吗？还是不用？好。那没有没有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有那个手电筒哈。这边还是要快一点吧，如果我不然我觉得这边还是太辛苦。哎，这样也炸到，好，没炸到，没炸到，我先扎进去吧。没东西。又是三叉杖，上面还有个，我吃个葡萄，没往用。风带一堆却没药草。哎，他有时候给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我说特定的东西，就是有些地方是给固定的，有些地方就固定，不是固定。不过物品会在不同地方而已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！我在用东西。谢。要先走吗？不然晚上也没有办法、啊。走吧。上面难打。直接冲进去吧，往上面，我要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。哎呦！啊，砍到你！哎，为什么这样也炸得到哦？爆炸放了一枪。哎呦呦呦！
哎、欸，哇，还是算了，我先救你们，先救你们。晚上，上下面超多了。哎、欸，手电筒，手电筒。这边火，这边火。先点火，先点火。你点火。你后面了。哎，我快死了，胖仔，胖仔。耶。这有枪法。等一下，我看到枪把，好枪，不知道能不能做，试看吧。哇，火焰是火焰枪吗？不行啊。刚缺的中间一样东西，就是但是不知道那样中间那样东西是什么。断头，香菇，香菇不能吃的，香菇还是不要乱吃哦。走吧，只能往下走了。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，该死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下去了？哎！你赢下哦，你死我救你哦！干嘛要死掉、哦？舍身取义！来啦，这边可以做枪了吧？我还没办法，我有枪法啦。啊，还有那个蛋的那个。那给你，哎、欸，给你啊。你那边还有胶带吗？给我一个胶带。有，你要吗？胶带。然后还有没有一个类似那个的枪法？滚轮的东西，我枪法我有。滚轮，地狱轮。好，应该不用了，先不用，走吧。没有啊，我好像没有滚轮那个东西。会补子弹的。哇，太近！怎样？好多头领！哎呀，一堆一变，他那个是变种的。你打，快点！好恶心！你打。你打下面的啦！下面还是死了，插在下面。哎呦，我掉下来！有桶。想跟踪？打遍吧。哦哦。Sorry， 干嘛？再要一个桶子，你捡吧。我有捡一个，到时候可以装水用。
有个东西看看看看没有，帮我顾一下。好吧，看来你这不行。耶，这里有火，这里有火，没电。这里工作台，工作台不能干嘛吗？没有干嘛，它就是你如果可以喝的时候，它就是可以喝。那这工作台要走这边。我需要子弹。这里有那个好像爆炸的，哦哦，胖子交给你。我看一下金探号，啊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这边这边，往这边走。快走啊，走啊，走开，走开。Oh shit。左边这边还有一只胖子，我没有东西。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都做得出来这一把，我没辦法做这一把。职业吧。哦，来来来，上面上面来一波。要往其他地方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走走绷带吗？我怎么看到有？就是绷带啊，要用药草才可以做成那个补铁的那个，对。所以它一堆这个也没有用啊，像类似布料吧。嗯。一堆布料，这个超多布料。我都不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可以。打我！哎、欸，打你不会痛哎、欸。屁啦！对、嗯欸，我升级了 ，good。上面有二我王，干。这头弓箭，这弓箭四射比较准还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又看不懂。哎，但看不懂它这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？有王啊、哦！有王啦！哪里？哪里？上面啊！加油！他生气了，你打到他了，他给你刚刚了。哦哦，怎么拨到我了？哎，不要再站在他后面，我打到。救我一下！别怕，不会痛啊，掉一滴滴而已。要救吗？我种子，不用。我去补个药，我去补个子弹。我这用好快啊！我子弹，子弹，不要顺便补，我顺便补。我怎么丢？把肉丢出去？
好吗？哎、欸，我油桶再给你一个就好了。没有用啊，它又不自动引擎。哦，是哦，好不，等一下我检查看。今天让我们去看一下。对，绷带。哟，这做电锯的，你捡不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医疗包。看一下，好像可以换，好吧？你有需要什么吗？不然我身上也有多，不然的话也没办法用到。我先煮一下。对，绷带。他可以换那个 Big Chain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发觉我们的吃的食物、水那些都没开始在减吗？怎么这样？不同关卡的，都是我在减血而已。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吗？走吧。那我们这没有在耗那个食物啊、水啊、睡眠啊。应该是不同关卡吧？你看我的武器变外形。有啊，有。看出来了，他好像有加那个像链子的那一种，刺刺的，药草。来，右边的药草，用草不行，要那种咖啡色的。闪闪闪闪，要咖啡色，这种好像不行，这种不行，这种可以。又是鸵鸟，我先去这里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还可以补个。一种不，一种的鸵鸟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火可以点一下。哦哦。它要咖啡色才是可以攻击。哦呦，怎么突然有事？应该过关了啦，这里好吧？不管了，没有，旁边啊。电夹。电夹抓在哪？那就不帮了，什么枪都没捡到、哦。他说不定要用电夹才可以用，应该可以过了吧？过了。哎、欸，他需要什么？这个吧。电夹、哦，我刚捡到电夹。给、欸。还可以吗 ？Die monsters！哈！其实，如果知道他的诀窍在哪里，就 OK 了。又是 C， 还是 C？ 我命中率超低的。哦，还真还是 C。要重新要。而且我刚刚没有升级，我生气。